您现在收看的是湖南卫视最火爆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名字叫做特步天天向上。主持节目不过只是我的表面现象，其实我是一位武神。哇，不好意思，我大哥这两天精神不太正常。你才不正常。我问一下，周星驰的电影大家看过的请举手。全场人，哎呀，好多人哎！星爷的电影啊，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快乐，没错。所以讲他是喜剧之王，没错，绝对是当之无愧。对，哎，但是呢，在喜剧之王的电影当中，又有一些小角色，给这个电影增色不少。而且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呢，他一定会有几个是御用的，不管他拍几部电影，里面都会有这几个人出现，缺不可。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场大嘉宾，我们就请来了这些让你看到之后就想笑的优秀的配角。我们首先要有请上的是第一位，看一看这个电影当中的片段。哎，包租婆，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水费不用花钱呐、啊！你们这些混蛋，这里有房租也不交，还那么多废话说。但是我的头洗到一半，已把水闸关了。我胀爆感觉到喺呢个 moment 要爆了。哆哆西哆西嗦啦咪咪嗦啦瑞西哆哆西哆瑞西嗦哆西啦西嗦啦咪咪咪啦嗦咪瑞哆瑞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酱爆的扮演者何文辉。我问一下那个何文辉先生啊，这是为什么会找你来演少林足球里面那个当时呢我的学历低又没有工作、那我妈妈就碰碰运气带了我去了。你该不会那个时候在周星驰要去应征的时候、你就是用这一段这个歌曲表演吗？不是，我是弹琴的。弹什么琴？还是弹钢琴？弹电子琴，然后他就选了我了。因为我把很多的时间都放在了音乐上面，所以呢、我就没有什么时间去学习。你最新有什么作品吗？有啊，来来来，展示一下，大家好，忍耐一下。我啊，要啊，要一。他这是京戏吧？请问这个曲风是中国风还是什么？啊，这个是我发明的啊！我发明的粤语京剧。真正的职业，真正的职业是一个金融投资者。哇，金融投资者！不要不要，金融投资。包租婆那一段大概拍了多长时间？我全部都是自己去想，但是有一些不是太符合我性格的那些东西啊，比如说脱裤子。政委哥呢就告诉我，上海的理发师以前是很穷的，所以呢他们呢就连一条裤子像样的裤子都没有。要不然是这样，我们现场啊重新当着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面，大哥，我们来演一遍，包含服装的部分吗？服装没有，不包含服装，好吧？准备了啊，原因。重现，包租婆，怎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砰！水费不用钱啊？嗯。啊，这个月房租都没有缴。我跟你讲，是我不止现在停水，以后一三五停水，二四六停水，礼拜六、礼拜天间歇性停水。洗发水洗到了一半，突然没水了，那怎么办呢？来，到我家去洗。到我家去洗。我想问问你本人很爱演戏吗？入了娱乐圈之后就培养的一种演戏的东西，对啊、一种兴趣。那你个人就是到目前为止你最想演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当然你要考虑一下你现在的外形啊。我想演少林足球里面的一个角色吧。来，你刚就是那一段好不好？就唱歌的那一段。我叫做掌声，我刚才在这里唱的歌、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我要爆了，多西多西手，我朱若荣又何尝不想当一个伟大的舞蹈家。嘿，多西多来吧，很有趣，你是不是学过五禽戏这样的？就哦，有没有学过？学过，学过。第一个是什么？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老虎好，第二个五禽戏，第二个，第二。哎，还有下半截了。马上五下山。哎，这叫声是狗哎。好。然后就是熊了。哇，熊来了。哇，五行里面有熊哎。好好好。欧妈公母，猛熊下山，猛熊，哎呦，哎呦，哎呦，乌斯查兰达，这是猛熊吃饱了下山，还得拍拍肚子，猛熊吃饱了撑的，哎呦，好可爱哟、哦，非常非常可爱，对，猛熊，你休息一下，好啊，好，哎，他真的以为自己是猛熊啊。大家都知道星爷的每部电影里面都有星女郎，比如说有赵薇，黄圣依，黄圣依，巩俐，莫文蔚，诸如此类啊，还有张柏芝，对，今天美女，我们就请到的下一位是周星驰当中的御用美女，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大美女的代表作品，看看是谁，看看猜是谁。真的是巩俐啊！哇，好飘逸啊！我这太，哇，好香啊！秋香姐，哇，好香！看到了，小姐，公子何事啊？